第二十五届台北电影奖最佳女配角得奖的是杨丽英，一家子儿咕咕叫。收放有度的诠释传统女性的委屈与压抑。我以为我在台下已经坐很久，坐那么多年，应该可以很淡定。可是我现在脑子一片空白。谢谢，谢谢台北电影节，谢谢所有的评审，谢谢你们给我肯定，谢谢所有一家子咕咕叫的团队、朋友、工作人员，还有。谢谢我的家人，谢谢你们忍耐我那么多年。谢谢国秀老师，你教我演喜剧。谢谢伟忠哥，你让很多人一下子就认识我。哎呀，对不起，我真的想不起来。台北电影节好好玩，希望每年都有。我想要先请丽英姐跟我们分享一下今天这个袋子。是一个是怎么回事呢？因为我今天自己设定的角色就是一个怪怪的欧巴桑，那怪怪的欧巴桑一定要提一个袋子，不管是要去买菜还是要干嘛，一定要有个袋子，而且顺便可以把奖项装回家，所以就真的，得奖可以把奖装回家这样子。真的太恭喜了！刚刚在刚刚前面在前面的 photo call 的时候，看起来你非常非常用一个非常严肃的。姿态，那也是一个今天的一个设计，一个宣示，说不给我，你可以试试看。因为刚刚就是丽英姐上台的时候非常的激动，可以跟我们聊一下这个激动是怎么样，是一个从何而来的一个心情吗？不晓得，就是其实是蛮开心的，非常开心，非常非常开心，因为7月2号那一天，我是参加演员实验教室，然后那天是演员实验教室的世界首映，那刚好是李国修国修老师他逝世10周年，那所以那天我就觉得有种冥冥之中的感觉，我在猜也许今天国修老师也是冥冥之中在中山堂的某一个地方看着